体感谢状，谢谢支持联展的团体。以下中华民国退休警察总会、中华退将总会、中华民国各省市同乡会总会、中华梅花文化艺术交流协会、空军官校校友会、中华民国陆军官校专修班校友会、荣光篮球协会、台北市重庆同乡会、踊跃参展社团、中华民国退休警察总会、中华退将总会、荣光篮球协会。颁发参展证书及个人感谢状。有丰鹏老师、范作印老师、余川新老师、夏宗桃老师等四位老师。个人热心贡献奖，苏锦安女士。热心服务奖，朱晓光女士。感谢两位的热心负责联络警界盟友以及协助参展。请受奖社团理事长及个人上台领奖。请我们的国高中组决赛特选可以到准备区准备。再次感谢，因为有各位理事长以及各位老师的支持，才能让这次的联展的画作如此丰富。